民国109年1月2日，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日子。黑鹰陨落，将士殉职，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抚平悲痛，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安慰心灵。此时此刻，只有将国军将士遗命一肩扛起，才能忍痛勇敢走下去。国防部感念殉职将士功在国家，在台北宾馆办理追思活动，除了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第一时间到场点灯献花，也在完成沈总长未尽的行程之后，二度前往台北宾馆，将雷达站官兵的追思传递给每一位殉职将士。沈一鸣总长的牺牲跟殉职，让大家是非常非常的不舍。那我们对于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八位我们的将士，除了不舍之外，还充满了对他们的谢意与敬意。那我也要代表国家跟他们说一声谢谢，感谢他们对国家的付出跟贡献。同时，自发性前往致敬缅怀的民众更是络绎不绝，以字句写下对将士的感谢怀念，以行动表达对国军对国家的爱。很感谢这些将士保卫台湾的安全，发生这种事我们真的好难过，很舍不得。我们知道军人都是牺牲自己的家庭，牺牲所有一切，保护人民，为保护这个国家。那我想他们今天出任务呼了这个，都代表我们国家所有的国人都应该对他们非常的敬佩，我非常感动，非常敬佩他们，也非常怀念他们。在新的一年看到这样的事故，其实是很感伤，对，所以今天就特地的来悼念一下各位长官，各位长官一生的牺牲奉献，很感谢他们为国家的付出，那守护我们中华民国，那希望天佑国军。因为我们家就是几乎三代都是军人，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是很想当，看他们这样就觉得很难过，然后尤其就是元旦，然后又是新的一年，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希望他们的家人都可以之后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我是一位台湾的小老百姓啊，我从心里面非常的敬佩跟感谢这八位将官跟军士们，台湾有你们哦，是我们的福气，也祝福他们哦，能够一路哈到天上哈，继续啊来护佑我们台湾这一块得来不易的民主跟自由。每当天灾，民众推开窗外看见的是迷彩，逢此国殇，黑白迷彩的身旁就是国人温暖的全彩。原定两天的追思活动，由于国人恳切的期盼，延长了两天。社会各界人士、各校学生、士农工商，不分彼此，缅怀沈总长等八位殉职将士，以行动化为对国军的鼓舞与肯定。1月3日的晚上，台北101大楼的外墙，巧巧地撤换掉彩色屏幕上欢愉的新年气象，以毫无修饰、单色又明确的字体取而代之，一句句真挚的话语，无需过多解释，无需声光坠饰，深深的感念尽在不言中。我很感谢每一位愿意来的每个民众，
然后我很荣幸可以来这边担任这个工作人员。那许多的名人跟我们说辛苦了，也跟我们说谢谢，但是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将士不在了的原因，那我们会继续努力。我想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，所有的国军官兵都非常的难过以及震惊，但是当一个军人就是勇往直前，面对任务毫无畏惧，我想总长以及所有的殉职将士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。国人的每一句祝福，每一个心意，每一个具体行动，不只是对殉职将士的不舍心痛，更是一种对国家的支持，牵动了每一位国人心底深处与国同生死、与家共患难的大爱，让我们一同将串起的心紧连不离，将牵起的手紧握不放，国军坚守岗位，共同为守护这片美丽的土地、可爱的人民加油。